害的人怎么会在这里？床啊，你怎么还在睡呀、啊？你看看都什么时候了，赶紧给我起来，快一点，快起来！哎呀，你这人真是的。起床，你这个大懒虫，快给我麻溜溜的把衣服穿，道服就在桌子上面。移动鼠标可以转动镜头，哎，第一次可能会有点生疏，去拿你的道服吧。按 WASD 键，按 WASD 键靠近放衣服的桌子，再按 F 键就可以拿上衣服了。按 I 键打开包裹，在道服图标上点鼠标右键就可以穿上去。走到我面前，按 F 键就可以跟我对话。现在，如果你不记得我说过的话，就陈红师兄的床就在房间的左边，去把他叫醒吧。这么晚了，再不走吧，带你到厨房去。到我旁边的柴火堆前，按 F 键拾取柴火。到我旁边的灶头那儿去，按 F 键。谢谢啦。累了吗？你得把早饭吃。你说师父的早会时间快到了，也不知道吴晨去了哪里，快去找找他，然后起来又变天了，师兄，吴晨师兄，师兄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大家都在等你呢。是吗？我正准备过去呢。哟，你今天起得可真早啊！我是看这家伙每天都睡不醒，所以特地起早去校的。那是……你看到什么了？那里好像有……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好奇怪啊，分明有个穿白衣服的女子在半空中飘着。我看没睡醒的人应该是你才对。人家才没有呢。你找我有事吗？
以后你就会知道的，早会的时间快到了。切记，靠近左边的书架，按 F 键拿起书，你仔细看看。按 K 键，看看书中的内容。靠近左边的书架，按 F 键拿起书。你仔细看看，看完，你去练武场，出去之后往左走，就能看见练武场。出去之后往。是。按 F 键。就可以跟我对话。已经去过师傅那里了。哦，我先把武器给你，看看合不合手。哇哇，恭喜你呀、啊！恭喜你呀、啊！别忘了，我是你师兄。学习武功，连续按二键就能按落键式、扫键式、劈键式的顺序出招，二键连招。修炼时禁止闲聊，集中精神。
心，不用试炼。让我来看看你有没有这个。你现在无法使用。绝招吧！进入濒死状态后，你看我脚下的光圈，然后按一键施展运气疗伤。进入濒死状态后，离开我脚下的光圈，然后按一键施展运气疗伤。该物品不存在。查看地图。时间差不多。这才你的视力。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我不会放过你们。
鬼天剑交出来，洪玄公。秦义爵，朕没想到你还活着。想我死没那么简单。二将何在？师父，你让我很失望，传说中的洪门神功就这么点能耐？为了这本秘籍我费了多大心思，看来真是白费周章啊。洪门竟有你这种孽畜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在师父的药里放了点小小的惊喜，不过也不至于两下就你是闹哪样啊？难不成你是想跪下来向我求饶？啊，退下。鬼天剑，你总算拿出真本事了。这么多年你还是那么强大，但我早已今非昔比。这可是侯门最后的弟子，如果不想这人死，就把鬼天剑交出来。这一天我终于等到了。快把我的弟子给放了。
洪玄公，我守信要不要我下去看看？算了，受了莫灵火的伤，没人能活下去。醒来吧，你是鸿门唯一的希望，只有你才能够阻止秦玉珏。醒醒，快醒醒！哎，